哇，冬天的第一顿烤鱼了呀，这也太香了吧！腌一坨肥鱼，这鲤鱼的肉真的是又厚又好吃。吃点这种麻辣鲜香、热乎乎的香辣烤鱼，真的是太爽了。天气凉快就爱吃点热乎的东西，11块钱买一条鲤鱼，准备弄一个香辣烤鱼，非常的适合2到3人吃哦。准备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配菜，土豆、藕啊那些，现在就煮起就开吃。盘底铺上洋葱丝，炸至两面金黄，外酥里嫩，捞出备用。自己在家里面做烤鱼，简单又好吃的关键就要用到这个哟，烤鱼调料，有一个蒜香口味，有一个香辣口味，都是非常的正宗，我已经用过很多次了。放进去过后，所有配料调味料你都不用再放啊，全部都给你配好了嘞。这个的味道的话是地道的正宗四川口味，配料放葱姜蒜，好香。先把鱼眼睛去除腥味，直接用调料再去炒起就是。整一包料做过2斤多的鱼刚刚合适，好香。哇，好香，我已经闻到了烧烤的味道，跟你在外面烤鱼店吃的一模一样哈。直接一罐啤酒煮起，是不是特别简单，自己在家里面几分钟就搞定哈。再加一勺清水，水开后用清温调料打个色，烤鱼的汤汁也淋上去，撒点清温调料圈，干辣椒碱，撒上香菜葱碎点缀。跟我一样喜欢吃烤鱼的姐妹们，下方有我的同款烤鱼料，你真的要拍一袋试试看哦，强烈推荐。